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Crystal。 就来母亲节了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为了母亲节的礼物而烦恼呢？今天我们打破这个旧思维，我会为大家介绍一系列 YSL 的斜背袋。第一个呢，型号就是425317的黑色牛皮斜背相机包。我们会见到它后面有暗格啦，前面就有这个 YSL 的金色 logo 啦，旁边的拉链呢是配以一条流苏的拉链来的。而入面呢，我哋见到内里嘅暗格都系全牛皮嘅。而另一款型号咧就系447956，佢系同一个系列嘅相机包，但佢设计上面咧会有啲别出心裁。我哋会见到前面啦有呢个星星皮额纹嘅，佢嘅 logo 系一个咧古铜色嘅银 logo YSL 嚟嘅。而我哋嚟紧咧仲有一款。这个是一个最新的设计，是一款心型的 YSL， 型号是540697。我们会看到呢，它是采用一个硬身牛皮的这个皮质做一个材料的。它比较特别之处呢，就是 YSL 少见的心型 logo 设计啦。我觉得送给妈妈来说呢，作为一个小心思都不错啊。另外呢，有两个颜色选择，因为我们示范的黑色和红色都会有的。这个就是我们上身的效果图了，大小适中，可以装到口红、电话、手机这些一应俱全的物品。这个呢就是我们相机包，它的最大的点呢就是质地呢是会比较轻身，和没有负担没有重量的，很适合我们妈妈们呢出街用。我相信大家已经有灵感的了，会知道买什么给妈妈，祝大家呢来紧母亲节快乐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 WeChat 或者 WhatsApp， 要理解更多的货品详情和资讯啦。亦都欢迎大家亲自来到我们位于尖沙咀的两间门市而作出选购。多谢大家今天抽空看完这条短片，多谢你们，拜拜。